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哥哈，今天是大年初七哈，今天也是个好日子，咱现在去盘一只那个德牧去啊，走。啊，哥俩，行不？1000块钱能拿了，1000块钱。哎呦，我给你等着，你让他难说话呀，1000块钱这就要了。你再来小日子买车嘛了？你咋能大的狗？哦，他要是3岁5岁完，你不得要更高呗？是吧？这狗是7个月哈，这个粉丝让我帮他找一只那个德牧哈，要6、7个月的，说到家也不用打疫苗，省事了，看家护院可以。那个啥，你说最少多少钱吧？啊，最少多少钱吧？1500呢？1500拿不了，你看。2000的狗给你到这，我一天都没给人买一分钱，都给你买钱了，都让你嘴面子了吗？哎呦，我知道。你卖过我的狗？我刚才已经和他，他是谈了好长时间了哈。这现在他想起来拍个视频，他是一直都要2000块钱，然后从1800，现在降到1500了，都有给他讲了都有20分钟了。你少点吧，行不？我从2000给你买1500了，还不少，一人买几百，给你一顿买几百了，还不。你实实在在涨的贵，就有1800块钱。但是实在了，不实在，能给你马挣钱吧？1800块钱我都要了。行不？你动量，我也动量哈。你动量，你说说这合适了这个价格？你1000块钱能拿了，行吗？肯定你拿不走。你说再让一口行吗？再上60块钱。对，1400呗是吧？不好，都发，知道吗？1400拿不了呀，1200，给你加1200，你装车吧。你是最难说话的，狗是第一硬，狗是第一贵。你动不动都上五节，你这狗是最难买了。我一年卖不了你几个狗，就是因为你的狗太贵。我现在还是尴尬期，要换两毛以后。几个月了还尴尬期啊？几个月了还尴尬期啊？你三个月尴尬期，你是长定型了这个狗？有多少斤了这个狗？我现在70多斤了。70多斤了。现在狗肉多少斤？狗肉是15。狗肉15，70斤，这咋样？上锅了，都活毛狗家。我都说。你那煮好狗肉多少钱？你买吗？光卖锅上的卖干嘛的？对，光卖狗肉上也得值个1000块钱。再让点钱，一千三行不？我让了，让你20了又。1300能拿不？我肯定不能拿。啊？1400给我到这儿了，懂了吧？够意思了。1300，你直接给我送过去，我直接要了。我给你送哪去啊？送哪去？送到托运部，送到托运部。高兴。啊？高兴还得再加。不加了，我真不加了。你说多，你能让多少钱吧？我还真想要。你老叫我让跪下来。你这样吧，不墨迹，1300每户加50。啊？最少这些吧，1450，拿不了。那我装车了。你装吧，装吧。装啊！我不后悔。咱们再来买2000，少两千五百你。随便你，你一。地点他们便宜，操你卖我的狗，或者卖我的狗，他给你便宜了，让你几倍了，你还不是？我给你讲，你不，我给你讲，你不卖给我，我咋卖啊？哎呦，我跟你说了，1350，你直接给我送托运部去。你要卖1350了，我卖1450了。啊。1400块钱到这儿了，1400是吧？啊。这狗得用多大笼子装？不，这狗得用多大笼子？70的管。70的，我运费得发到辽宁。天热了，得长成80的。天热为啥？还得有活动空间，不得活动空间。给我送过去，走，1400给送过去吧，我不给你磨叽了，走。走呀，送过去。枕头。别哄啊！我不哄你啊，你走呀，我给你钱都行呗。给他们。不合适，他给你不合适，他给你吧，你说。1400啊，1400，给我送到托运部去，我得买个大笼子。送过去吧，是那个托运部啊，我的专属托运部。走快点。走快。慢了也能走到地儿了。你哪那么磨叽？你走快点。你给你钱少，你给你钱多了就不磨叽了。我给你2000，你能。
逼过去了，你找个车。你看你是怎么的？这个什么？你看你好的。这什么？这个什么？不送了。我拿个7000的，我买个7000的，我放这个当木。你这狗是第一贵，你知道吧？70了。出的气了。出的。两天的狗让你600了，还嫌我的狗贵啊？哎呦，行了，你拿个，哎，老板，你拿个粗的，那这狗肯定长粗笼子，长细的肯定不行。拿吧。你看，你狗是第一硬，狗是第一贵，你这外号可多了，知道吧？啊，行。来吧，大哥，你跟钱过不去呗？是。你跟谁硬？你也不能跟钱硬，知道了吧？这个大哥也实在哈，他家狗基本上发出去都能养活啊，啥问题没有，都是就是卖的贵。小的时候也是卖1000多，现在也是卖1000多。他卖狗就这样，知道吧？他是一根筋。你从小2个月上也是1000多，卖到6-7个月，你说你图啥？就是从小都卖那么贵。逼啊！你这一个字逼啊！太逼了！这个狗得有70斤了啊！刚才那个称了一下，你称了吗？啊，在家称了。他是称过的，他这狗看家护院可以啊。他知道叫呗，人家看鱼塘，他知道咬人呗。哎呦，一天在那翻，你们看不见，一来动静都摇了一晚上。看工程，拿笼子都还没拿过来，我跟娘嘞，上哪拿笼子去了？上哪拿笼子去了？他你送到辽宁去，你给我送过去吧，东北。你开车送去，我给你3000。我给你说送你家走，我没说送辽宁去。你给我弄啥嘞？我给你2000，你今天送到家吧。在上沈阳，上沈阳。那边能凉没啊？能上路吧？那边。这个老板还没拿来笼子呢，放里边。不用装套，一会儿你先放里边。把狗链子给我吧。谁给你狗链子？我个狗链子多少？真的。我去，看这个笼子哈，漂亮。链子给我吧，大哥。这个链子几十块。你不给我链子，我不给钱。你叫你多加一分钱，你都不给我加。我不给链子，不给钱。不给钱，我多。哎呦！行要你。大哥怪硬莽的。你逮着可能没我瘦了，你不知道那个，这个大哥可以啊，这个价格哈，1400块钱啊，这就打包了哈，这就打包了。我填单子哈，关注一下啊，今天又抓了得有接近20条狗了哈，来关注一下啊，咱最终拿下了哈，发辽宁丹东道县了哈。别咬了你了，看看这狗狗哈，是辽宁丹东的哈，这个德牧哈，去新家吧，看鱼塘、看工厂、看家护院都可以啊，看工厂都行。来关注一下，小杨哥啊，1400拿下的啊。